以我们的认知，梦想其实应该是一个可能只能想，但是不一定达得到的东西。但是呢，梦想如果有经过去努力之后，其实它是可以完成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年就完成了小米的这个梦想。大家好，我叫姚梦，我不会走但我会跑步，这我依然可以闯向全世界。今天是太平洋第42周年的生日，也是我们这个单车家庭骑车日的第12届的举办，希望各位呢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个愉快的假期。公益女神的总计捐款32万1240元，本次减碳8031kg。这个单车公益家庭日呢，其实一开始只是家庭日，也就是说本来只是针对这个场内的员工啊。那当然后来因为我们的这个车友越来越多，所以就希望要求车友一起参加。但是因为我们在自有品牌的部分呢，我们推广的产品啊，偏向于旅游的系列居多，而非一般这种竞赛型的自行车。所以呢，我们觉得说啊，办比赛已经有很多人办，那不如把它转换成呢，对需要帮助人呢，有提出一些有意义点的这个实际的活动啊，那也邀请大家来共襄盛举。所以渐渐的，就从12年前开始呢，从这个公司的庆生会就改成了这个家庭日的这个活动，那把公益这个加上去呢。就是希望说呢，可以邀请更多人来参加，非常的兴奋，因为以前到现在都没有中过大奖，所以刚刚公布的时候呢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我本身就是在太平洋这边上班，主要是在设计单位这边，所以对这个产品非常有信心。这个家庭日这种用这种方式非常的很好，因为我们人一辈子从毕业之后一直在工作，那工作之后有时候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。疏忽于这个家里的这个太太啦、小孩啦，所以公司我们林总 Michael 他们很重视这种工作也要做，但是家里也要顾。这样的话，工作做得顺畅，然后对家里也能够交代，也让家人了解到你公司是怎么样的生态，这是非常好的。